我的小刺猬实在太爱乱跑了，我今天把它放到这个迷宫里面来，看它还敢不敢乱跑了。哎呀，这个迷宫怎么出去呀？四面都是围墙，还有恶狗。我想想办法，我先向前跑，我再向右边，再向右边。哎呀，不行，这样撞墙了，这该怎么办？那我就往上吧。啊，这有狗狗，我要躲避狗狗的攻击。妈呀，我被狗狗包围了，这该怎么办呀？我往这边走，可以跨过一只狗狗。我再向上，我再向上。哎，我终于见到妈妈了，我一定要快点出去。啊，我终于出来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乱跑了。